时常晶晶和蝈蝈胖子饿宅一场回来后，在丽丽的照顾下，身体已经好像完全恢复了。谢谢你，不用谢，我愿意帮助你。说说感觉怎么样啊？好像是。你的胳膊怎么样了？能活动了吗？能。太好了。我想我是一个出色的护士，是吗？你能同意和我待几天，我特别高兴。这所老房中神感到孤独，能和你在一起，我快乐多了。你快乐吗？嗯。阿莎姑姑曾担心你会害怕我，你想知道她叫我什么吗？真的？当然。我真是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老做实验，阿莎姑姑管我叫疯子科学家，有意思吧？我绝不会拿你做实验。太好了。要躲避博士的追赶，莉莉的家倒是个藏身的好地方。要知道歪歪和皮皮已经出动寻找家家了。嘿嘿，光我自己说太没意思了，也许这匹马想要出去溜溜。你好。你要干什么？别发脾气，多没个胆子。不，别这样。我希望咱们能出去溜一溜。小家伙，你想象力太丰富了，我可以出去，可你有汽车。哎，傻瓜，我骑在你的背上啊。不行，走吧，除了丽丽，别人谁都不让骑吧。对。你真的不让我骑吗？是这样的。哦，那么好吧，对不起。这样好不好？我知道哪儿有一大片竹林子，如果你驮着我去，那咱俩一半都一半。我看你是唠叨个没完没了。我想这样吧，如果你不再唠叨要骑我的话，我就让你骑，怎么样？哦，你说的话和我想象的一模一样。说完，晶晶就跳上马背朝野外跑去，这样可不一定好受，不小心的话会拉伤肌肉的。又回到属于我的树林里来了，这简直太棒了。我太想熊猫乐园了。你们好。我在哪儿？这儿呢。祝你快乐。他们都叫我晶晶，我正在找。再见，我小宝贝。行了，你也太热心了吧。太好意人了。错了，什么是熊猫乐园呢？熊猫乐园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。我们的树林子有毛病吗？我们都认为这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，可是就是竹子太少了。那你为什么不回到熊猫乐园去呢？我过去生活的熊猫乐园被火烧光了，我和家里的人走散了，后来他们搬到新熊猫乐园生活了，可我现在还没有找到新的熊猫乐园。对了，我很喜欢吃竹子，并喜欢周围有很多新鲜水果。你们这儿有什么新鲜水果吗？他说我们这儿有新鲜水果吗？给他尝尝怎么样？你真聪明。要是我就喜欢用叉子吃水果。我不是刺猬。小伙子，人的吃法，刺猬就是这样。你刚才说要尝尝新鲜水果。好吧，谢谢。这苹果真好吃啊。晶晶，我还想
想听熊猫乐园的故事，如果你没见过，怎么知道真有呢？如果你心里想着什么东西，就不必亲眼去看是不是真有这个东西。而我是全心全意的相信有熊猫乐园的，我相信你会找到的。静静，快回家吧，走吧。哦，对不起，我给忘了。如果丽丽发现我们不在了，她会着急的。快上来，快！哦，天哪，你怎么变得这么急躁？就在晶晶骑马出动的时候，丽丽一直在实验室里忙着工作。完成。为了这个实验配方，她一直干了两年了，这是个了不起的实验。你好，你好，你看我刚得发明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隐形糖基啊！好了，开玩笑吧。啊，你不相信我？来，我给你看看。不是玩笑，隐形糖浆可是个相当大胆的想法，我可不希望他发明出隐形饼干来。我要你仔细看着。好了，怎么做呢？看着，现在你看见了，变了，现在你看不见了。哇，真的没了。我们已经知道用在花朵上特贝林，对吧？现在我要用人来做实验了。什么？别担心，晶晶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对我一点伤害也不会有的。我不知道，丽丽，我注意看着。我希望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哦，天哪，我真不敢相信。哎呀，我觉得我自己变得像羽毛一样轻，我是什么样子的？你看，丽丽真的消失了，看得见的就剩下那双鞋了。我得回去工作了，如果我的计划正确的话，大约一分半钟以后，这种隐形糖浆就失去效力了。天哪，隐形以后有点笨了，也许我得等一会儿恢复原形就好了。静静，帮我想想现在干点什么。什么？没办法了。有什么游戏咱们可以玩玩呢？我隐身了，你来抓住我好吗？我不知道。来吧，来吧，我在这儿，你看不见了。哪儿去了？怎么了？我在这儿，咱们看看电视上演什么。他把杠铃扔到了裁判的头上。要把使命的头脑弄清醒，大家一会儿来音乐。不看了，咱们来跳舞吧，晶晶。来呀、啊，来跟我跳啊！要不跳我跟你了。别说了，哎呀，你啊，我看这个。表演还是最佳镜头选播呢？对了，小家伙，听音乐。蝈蝈和胖子可不懂得抢购是什么意思，当然他们也不懂得出汗、迷糊和憋气是什么意思。咱们老板疯了，我是说发怒了。博士当然要发怒了，因为我们又失败了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憋气过。看你满头大汗就知道，别再迷糊了，我们得走进去，不然会让他们看见的。我们可以先藏在树林子里面。树林子里面有毒的树藤、蛇还有荆棘，我爱大自然。丽丽的房子可是不小啊，我就住在一个很小的公寓里，屋里的虫子都是罗锅，他们要打喷嚏都得开开窗户。早上好。丽丽，嗨。她不应该不收拾一下就离开实验室，我还会偷她的配方的。快看呐，她把隐形糖浆就这样放在桌子上。我的天哪。对了，我替她放起来。对，我知道熊猫藏哪儿了，我已经见识到那个地方了。下次我再见到你们，就得把熊猫给我带来，是吧？不是，这次你可以拿房子和农场证，我和蝈蝈打赌，我们不会再失败了。你记住我说的话。好吧，胖子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不然的话我就拿你的脑袋当球踢。我们不会再失败了，这次我要成功。我们不能再等着听蝈蝈的最新方案是什么了。在哪儿？什么？别问我，你一向是被认为最聪明的。我是聪明，我不和你争了。有些地方坏蛋是不看的。我不
知道博士为这个会付出点什么。你能想象对于这种能把人隐藏的配方，博士拿到手会带些什么？哦，想象了，哦，碰上好运气了。对对对，我太应该用熊猫能量了。啊，棒子快点儿，别让他拿着配方跑了，他朝那边跑了，绕过去。再踩他个白点儿，让他投降。我看晶晶藏错了地方了。干脆投降吧，我知道你就在这儿，哈哈，你跑不了了。知道我吗？我会把你搜出来的。好吧。啊，和我捉迷藏那好，一二三藏好了吗？我找了啊。嘿嘿，你就在这儿，哎，认输吧，我一定能找着你，我要发火了，我警告你，听到没有？在哪儿？快出来，回答我，熊猫，你在哪儿呢？醒醒，快出来，快出来呀！当然了，干嘛呀？啊，晶晶，哦，天哪，啊，我真是快活死了。到哪儿去了？啊，说那是什么？在哪儿呢？哦，也许被我吓跑了。一二三，哎呀，我找着了啊。这是什么呀？你在哪儿？快出来，我不会怕你的，我要跟你决斗。我就站在你身边，你看不见我吧？是啊，你躲起来了吧？出来，快出来。光哥，我在这儿呢。好啊，我要抓住你，看你往哪儿跑。气死我了。哎哎呀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，我以为这是人是摸不着了，对吧？我想试的。对，这是什么？两个小孩上山坡，抬着水桶去找水。我在做梦。胖子，用个大桶怎么样？一桶麻烦。明白。不明白，抬桶的活都干不了。来吧，胖子，赶紧喂牛了。我不喂牛，我不喂牛。胖子，你去哪儿了？就在这儿。直到灯关了。哎呀，我说话的时候你看着我好不好啊？对不起，胖子。这发生了一件怪事儿。灯又黑了。哎呀，你现在别叫了。看样子，蝈蝈和晶晶要全力搏斗了。相比之下，胖子的麻烦就差一点儿。我想你们已经抓到了熊猫。没有完全抓到。老板，事情不妙，这是熊猫找到一种隐身的办法，我们现在没法找到他呀。托哥，我真为你害臊，真可悲。事实上，这是我一辈子所听到的最不充分的借口。我没找借口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我没有必要去追讨，我是老板。是熊猫有。老板，你又来了，坐在这指的我们挺容易，可你又有什么好的办法吗？我只要结果，那就是办法。快把晶晶抓来。我以前见一过，当然有。快看呐，这
是熊猫的脚印儿，它可以引起身来，可是脚印儿却引不起来。对呀、啊，快走！晶晶可骗不过蝈蝈，就是晶晶隐藏起来，蝈蝈仍然能够看见它。哎呀，真有意思，宝太棒了！可怜的胖子，他在那儿，我的方案真灵。我刚才就想告诉你，他会留下脚印的。蝈蝈以为我是个鬼，他们怎么找到我呢？我得带点吃去，快！怎么回事啊？让我出来！出事！干什么？是我把我放下来，听见没有？闭嘴！闭嘴！别出事！不出我来了！别出事！我是蝈蝈啊！什么？我在这儿啊！哎呀，快把我放出来！把它解开，让我出去！蝈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这儿。听见我声了吗？我出去！马！哎，快解开！在这儿！开！不、对不起，笨蛋，博士会知道这件事情的。我猜得出来，他又跑了。博士，你不知道这个都是他干的，不然就抓上熊猫了。看他把我东西扒着捆了起来，以后熊猫就不见了。这就等于说你们又失败了，笨蛋。博士，我太对不起您了，又失败了，我没脸见您了，怎么惩罚我都行啊。那就试试我的新发明隐身熊猫探测器，要是我做得好，一根绳子就能套出两个傻瓜。咱们走吧。对不起，我可不这么认为。哎呦我们出去。熊猫他骗不了我。哦，你们这两个家伙可真沉呐。我得离开这儿，抓住他。对呀，把他带上。博士的发明起作用了，戴上电子眼镜，蝈蝈就能看见晶晶，并且把他抓住了。让我进去。对，你在前面。我来。哎，别急，你绕我一个人进。我看见了，在那儿。在隐身糖浆失效前，我得藏起来。藏那儿去了？快虚藏起来，我的黑影。抓到他了，抓住他了。博士会赢的，拿回来呀！咱们得分享啊！来，欢迎以后做客，咱们走吧。好了，小家伙，走吧。他真沉，别坐，好好待着，我都快抓不住了。快，帮帮忙！看呐，莉莉来援救了。可问题是，这匹马能按时赶到吗？它在高速飞奔才行，因为这一集只剩下半分钟了，也就是说，等到下集它才能赶到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好朋友，慢点。我得给这匹马记一大功，它抢回来不少时间，可还有许多的路，我想15秒钟它是赶不到那儿了，就是说，它要一直不停地跑，也要到下一集了。我不愿意说出来。但是看样子，蝈蝈和胖子终于要抓住晶晶了。我真想知道接下去事情会怎么样，请看下集。